军阳给妈妈奉茶啊。好，谢谢爸爸。友谊爱和早生贵子，谢谢妈妈。一，老婆出门要跟从；二，老婆命令要服从；三，老婆错误要盲从；老婆化妆要等得；老婆打骂要忍得；老婆花钱要舍得；四，老婆要认得。泡茶高手就是等一下俯卧撑，然后咬着茶包泡出一杯有红色的颜色的茶水才算过关。快点快点，不是啊，新郎你在干嘛？这绿茶吧，有颜色了，快点，有颜色了。我投降。第四个还是哪个？新娘不满，新娘有在看吗？我没听到。你们没有偷笑，那是笑。好啦，认真。新娘一定没有在看。你说爱你，他就 OK 了。你说老婆爱你，老婆爱你，老婆爱你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再跟我说。好，谢谢老公。老婆永远是对的，绝不会有错。如果发现老婆有错，一定是我看错。如果老婆不认错，我还坚持她有错，那就是我的错。总之，老婆永远没有错，这句话绝对不会错。我将承诺，家务全包，收入全交，血拼全赔，包括男士止步的，这个可以。老婆的话全听，以上我都同意。在交往的第六年，要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当然，我们也少不了吵架的时候，我们也总是在争吵后，又会好好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。对于我们的事情，你也总是费尽心思。虽然我没有为此痛哭流涕过，但内心都是非常感动的。最后，我想说，今天的你很漂亮，不是因为瘦了多少，或是头发长了多少，而是因为今天的你心情好。所以未来我也会一直努力保持你的好心情，让你笑着过每一天。我爱你，老婆。真正我最爱讲早间交代阿伯的你的代志，哈。
OK。因就讲在阿里学到教育，在阮互相然后个性都还小团队，比较幸福。还有空要常常回来。喂，我们会。谢谢爸爸妈妈愿意将你们的宝贝女儿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疼爱云茹，那我们也会常常一起回去，请你们放心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，让我从小可以衣食无缺的长大。从小我就不是一个喜欢说内心话的小孩，也少不了叛逆任性的青春期。以前总是觉得你们管很多，但长大之后才知道那都是爱。谢谢你们陪伴我这么久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也长大了，嫁得离家里很近。以后我还是会带着正成长的回家，赖着你们陪你们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请问今天是谁的大喜之日？来，四个答案：玄彬跟孙艺珍，这是谁答的？在你心中，他们就是玄彬跟孙艺珍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应该是这样。亲爱的晨晨，一起度过了这不长不短的六年。六年间我胖了8公斤，我又很努力的瘦了14公斤，而你却还是永远吃不胖。我喜欢吃草莓，你总是会记得把草莓挑起来给我。我喜欢卷被子，你总是怕把我吵醒，默默的说着。金牛座的你却愿意为了我成为最大方的人。有句话是这么说，婚姻即是相爱相杀，有时候很爱你，有时候又想一刀劈了你。疫情之下的不确定注定让我们有一场永生难忘的婚礼。婚礼只有一天的时间，生活却是一辈子的。能站在这里与你开启生活的另一篇章，既是幸运也感到珍惜。筹备一场婚礼如此不容易，没有所谓的来日方长，只有此刻最好。我懂你的奇奇怪怪，未来我也会陪你一起可可爱爱。我爱你，老公。